家好，欢迎来到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我是芝麻。在我们的挑战大现场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同学们来到各种各样好玩的地方。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我们的游戏你在家里玩不了，我们的现场挑战的是你的智慧、你的体能，还有你们的团结协作精神。那么今天芝麻又带你们来到了哪里呢？这里就是2013锦州世界园林博览会。在我的身后唰是一个大大的瀑布，那背后的岩石一层一层，中间还有一些圆柱形的物体。那么究竟它隐藏着什么故事，里面有什么秘密呢？别着急，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来为你一一解答。让我们有请专家张和老师，有请。张老师你好。你好，我想问你一下，这瀑布背后怎么还会有石头，石头后面怎么还有树呢？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是世界首座塑化石埋藏状态景观，这里展示着不同时代的地层。比如说埋藏塑化石那个地层是侏罗纪，距今1.45亿年到2亿年之间。这里呢为什么还有水呢？因为塑化石的形成离不开水，水里边含着二氧化硅，二氧化硅完全渗透了木头之底，所以这里漫长的时间来石化，它形成了像树一样的石头了。原本它就是木头形成的。对，经过1亿多年时间漫长的石化。哎，见识几千的你应该对这里的秘密有所了解了。那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张老师，太厉害了。1994年，张老师通过自己的考古发现，发掘了目前世界上唯一完整保存的对齿兽化石，被命名为五尖张和兽，用了您的名字对吧？对，太了不起了，为我们中国争了光。同时啊，张和老师地地道道的锦州人，东道主，这次在我们的世博会当中啊，他还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化石，和同学们和在这里参观的朋友们共同分享。今天张老师也会作为我们的评委来考验一下参加挑战的同学们是不是对这些知识有所了解呢？那么今天究竟是哪些同学能够如此幸运来到我们的挑战大现场进行比赛呢？我叫刘思涵。我叫王铎。我叫侯佳卫。我们的口号是非比寻常，雪龙最强，奋勇冲击，勇争第一。大家好，我叫苏雨桃。我叫庄东石。我是邓卓宁。我们是霸王龙队，我们的口号是霸王霸王展露锋芒，霸王霸王我们更棒。你想和小伙伴们一起探索地下和水下的奥秘吗？他们要复原10000年前形成的树化石，他们要在深海潜水艇蛟龙号前面做游戏，他们还要给海滩洗澡，为海洋代言。玩闯关游戏，看科学精彩，欢迎走进本期挑战大现场。雪龙队名字来源于著名的破冰船雪龙号，证明他们充满了探险精神。霸王龙队名字就很霸气。那我要问一下两位同学，谁想夺得今天的冠军？我们挑战大现场的比赛一共分为5轮，哪队获得了更多轮次的胜利就会赢得今天的冠军。听清楚我们的规则了吗？听清楚了。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游戏的第一轮对抗大竞技，妙笔生花。这是一片特殊的森林，没有枝叶却色彩绚丽，拥有树木的纹理，也有着玉石的光泽。10000年前它们是地球上高大的树木，10000年后它们是从地下重见天日的宝贵化石。这些树化石形成时间最长的有1亿7000万年，最短的也有几百万年，分别来自8个国家，呈现出红、白、绿、黑等不同的色调。这座美丽的树化石森林已经成为锦州世博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今天咱们的第一关比赛啊，就和树化石有关。刚才张老师已经告诉我了，树化石啊是经过了上亿年才形成的，已经变成了石头的树。那么究竟我们看到一个化石，怎么样判断它原来是什么树呢？咱们得问问张老师。张老师，他怎么判断呢？
个塑化石要知道它是什么树种，植物学家要做很多的工作。第一，要把它切割一块，用高倍的放大镜来仔细的研究它是什么细胞。中间呢要打磨，要抛光，这样的话能鉴定它是什么树种。像这棵树呢，它是裸子植物。什么叫裸子植物呢？它是松柏类的树种。看上去这不光是要有科学研究，同时还是一个技术活。对，还得仔细。今天我们两位同学没有放大镜，没有把它打磨的工具，你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这里有两颗世界之最的树化石，你们要通过自己仔细的观察，通过你们的妙笔，把这两颗树化石原来究竟是什么树给我们还原出来。哪队的还原度更高，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评判的评委就是我们的专家张和老师。听清楚我们的规则了吗？听清楚了。好，对抗大竞技，妙笔生花，现在开始。雪龙队分工明确，两位女生负责创意，王铎负责作画，很快就进入了状态。你先别画松鼠，你先把这个树的轮廓都画出来。你就先画松鼠，先画根。原始罗汉松形木，罗汉松吗？现在的罗汉松木肯定跟以前的不太一样。罗汉松是什么样的？霸王龙队的三名队员心里没底，只好寻找周围的松柏类植物做个参考。看看别的，这都不是了。你就弄一些有刺的那种的叶。松木吗？像是这样的吗？你画几个根，然后再画一些尖的东西，然后就是啊，就这样呗。他不是画根吗？你画这么多根干什么呀？赶紧的小松果，小松果给他去。最后一分钟了，赶紧抓紧弄，赶紧画背景吧。今天没地方画了，赶紧画。画了天吗？你就从这画画一下，画点白云就行。这有个思想。怎么画好的？俗话说得好，慢工出细活，雪龙队已经完工了，霸王龙队还在一点一点的往画面里添东西。两队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要加入动物元素，不过霸王龙队加入的这种生物可是让人大呼意外。没有蟑螂，蟑螂是活化石。也是，你看完给你画条线，像蜘蛛。哎，掉线，掉线，掉线。真的，你掉过线，随便条腿儿。是啊，蜘蛛。天哪，我画的是蟑螂。两位同学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对吧？对。那么究竟谁的复原度更高呢？现在每队都有30秒的时间来介绍一下，究竟你们画的是什么树，怎么画的，体现了什么样的科学性。首先，我们有请霸王龙队来介绍。我们画的这个是罗汉松形木，也就是身后的这个叶子是针形状的。经过我们的想象，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高的树化石，我们想象出它当时应该是直冲云天，所以在上面画了些云彩，画了两只小鸟。在这个松形木后面呢是一个湖泊，蟑螂是当时的活化石，所以就用两只蟑螂来以作点缀。周围的草也是用来做点缀的。说完了。嗯。哎，我提一条，你现在改还来得及啊。嗯。你要不要把这两只小鸟给涂掉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小鸟啊？不确定。哎，我先不说啊，这就是你们的作品了。我们来看看这边雪龙队。我们也是松树类型的，所以画了一只小松鼠，附近也有一些这个杂草。这个黑的呢？这个黑的是一个石头。石头。哦，石头。好，张老师啊，咱们都看完了，两队同学画的吧，都有点童话的感觉。你看，有松鼠，还有小鸟，意境很优美。但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些动物呢？鸟化石那是存在，有鸟，比如说孔雀鸟化石就是生长在侏罗纪、找白垩纪这个期间，它画的比较正确。哦，当时有鸟。哦。很多鸟类化石。小松鼠呢？小松鼠那个时候动物应该，松鼠也算一个哺乳动物，应该也有。也有。也有。哎，这就给大家普及了一个知识啊！你看，
在侏罗纪，我们认为恐龙称霸了地球，那鸟类、哺乳类究竟有没有？其实是有的，只不过还没有挑战到恐龙的霸主地位，是吧？对对对。那您认为究竟这两支队伍谁在这一轮当中画的还原度更高呢？能不能告诉我们？其实两个队都不错，我认为最好的还是霸王龙队。好，那么恭喜霸王龙队获得这轮比赛胜利，恭喜你们！本轮霸王龙队技高一筹，凭借出色的创意和图画先取一分，雪龙队能否奋起直追？马上进入下一环节，问答大比拼。猛兽的叫声还有点像恐龙，难道说我已经来到了埃厄基吗？当然不是，我们现在仍然是在锦州的世博园里，两位同学就在我的身边。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比赛，问答大比拼，知识拼盘。我们今天考察同学们的知识，有海洋的，有恐龙的，就要看你们究竟谁能够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的比赛采取交替回答问题淘汰赛的赛制，每位同学如果你答错了芝麻的提问，你将被淘汰，哪队的三位同学都被淘汰，另一队就会获得比赛的胜利。雪龙队有没有信心迎头赶上？有。好，我们从霸王龙队率先开始提问，请听题。请问猛犸象不是在什么环境下生活的？温暖的环境、寒冷的环境还是草原的环境？请选择。寒冷的环境。确定？确定。不改了？不改了。对不起，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温暖的环境。被淘汰了。好，一道题还没说就已经淘汰一位对手，激动吗？我再给你出道更难的。请听题。请问世界上头最大的恐龙是哪种恐龙？头最大的啊，霸王龙、三角龙还是锦州龙？请选择。三角龙。霸王龙头不挺大的吗？霸王龙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确定三角龙？嗯。不改了。回答正确。耶、到你了，请听题。请问世界上年代最古老的霸王龙化石是在哪里发现的啊？霸王龙化石，云南陆丰、辽宁朝阳还是江苏常州？请选择。朝阳。朝阳。对。确定吗？嗯。回答正确。下面是一道看图题，请看图。哎，这图片看清楚了吧？请听题啊。这里是世博园百花馆里的植物厨房，那么请问我现在所说的哪种植物是不能吃的？蒲公英、鱼腥草还是夹竹桃？鱼腥草吧。鱼腥草真的还挺好吃的。对不起，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夹竹桃，你被淘汰了。好，请听题。章鱼是海洋里的伪装高手，智商非常高，请问章鱼有几颗心脏？一颗、两颗、两颗还是三颗？两颗。两颗。对的。你有几颗？我有一颗。真正的章鱼它有三颗心脏。你被淘汰了。请看图，这幅图啊。好，这是世博园里的一个鲸的雕塑。嗯。那么请问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鲸是哪一种？蓝鲸、密集鲸还是抹香鲸？请选择。抹香鲸。正确答案蓝鲸。对不起，你回答错了。紧张吗？请听题。哪种海洋生物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5%到10%的水草，被称为水中除草剂？它是海牛、海豹还是海狮？请选择。海豹。海豹。改不改？不改了。海豹5%到10%水中除草剂，对不对？恭喜你回答错误，你们赢了。经过激烈的脑力碰撞，本轮雪龙队成功扳回一分，两队重新回到同一条起跑线，精彩比赛仍将继续。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海的世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让我们骄傲的蛟龙号。作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这可是我们国家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发的一项骄人的成果。它最大的下潜深度可以达到7000米级，曾经下潜到7062米。它的工作范围可以覆盖了我们已知海洋面积的99.8%，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作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但是在蛟龙号里进行工作啊，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那么惬意。三位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状态，他们的工作空间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蛟龙号里工作，就要求工作人员们达到非常高度的默契，在狭小的空间内完成所有的操作。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三关游戏默契大对决，心手相连，比的就是同学们之间究竟能否像我们的蛟龙号上的工作英雄们一样默契的配合。敌金取杯器，这就是我们本轮游戏用到的唯一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用最简单的线绳和皮筋做的，一共有6股绳。在正式比赛当中，每队的3名队员每人拿其中的2股绳，必须3人同时合力用取杯器把我们的杯子像这样套住，按照4321的形式摆好，哎，摆成一个塔形，哪队用时更短就会获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如果在比赛过程当中你们的身体触碰到了杯子，一次加5秒钟。听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吗？听清楚了。好，我们由上一轮获胜的雪龙队率先开始比赛。3、2、1，开始。哎，要摆在我们的桌子中间。雪龙队配合得很默契，基本掌握了皮筋取杯器的使用诀窍，而且很注意随时调整误差。小心啊，小心那边的杯子啊，别碰到。为什么要把线抻这么长呢？这什么造型？这是练鹰爪功似的。纸杯落到了2层，难度就显现出来了。哎呀，这个塔还没搭，杯子就落在一起了。现在这个往前扑啊，哎，你们得搭稳了，最起码是不是？现在我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这边是不太稳的。没关系，你们可以先搭。左手使劲，差最后一个。快啊！现在举杯器离开，如果现在倒了就前功尽弃啊。可以，这个已经不对了，哎，现在还根本搭不过去了，一次失误就有可能浪费很多的时间。你弄成掉，好，这边又塌了啊。你弄成掉房子，再拿个杯子可以往这儿搭是吧？那边可以放弃掉了啊！一会儿我们看看底下会多少杯子。
现在时间过去了3分25秒。哎，现在这个位置可能搁一个杯子有点难啊。哎呀，搭个杯子艰难呀。好，最后这一个啊，看你们能不能搭上啊。行，你们是跑了1公里是吗？刚才啊，我看看，哎呦，真是啊，手心都冒汗，你也手心冒汗了。三个杯子躺倒在地，然后搭着吧，你看稍微在，哎，还好。你们的用时是4分12秒。哎，我们再来看一看，霸王龙队能不能比他们用的时间更少呢？3、2、1，开始。小心啊，不要碰到啊！我现在看你的身体有点危险啊。胳膊肘小心啊！这位女生，你现在那个衣服会碰到这边的杯子也不行啊，小心。哎，摆得很稳。霸王龙队不慌不忙，稳扎稳打，成功率很高。碰到杯子了啊！刚才你的手。我看你的手又危险啊！我看你的手又危险，已经加了5秒了。这么快啊！哎，别把那冲掉了啊！我看你们怎么三个人的手都拧到一块去了，都麻花了都。这么快！碰了一下，加了5秒钟，你觉得你们用了多长时间？1分钟。笨呢？笨呢？几分钟？2分吧。刚过2分。对，2分。你看一下多长时间？1分43秒。1分43秒，再加5秒，1分48秒。这轮获胜的是霸王龙队，恭喜你们！本轮霸王龙队凭借稳定发挥，扳回1分，重新占据领先优势。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浮出海面，在美丽的海滩上继续较量啊！在海边度假真是太惬意了，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踩着柔软的沙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可当我转眼一看，什么？海洋垃圾？怎么到了这里还有垃圾呢？其实海洋垃圾已经是一个很久以来困扰着我们人类的重大的问题。海洋垃圾指的是具有持久性的人造的工业合成的固体废氢，当然了，是在海洋的环境当中，这些垃圾有可能就在海滩上，也有可能漂浮在海面，甚至可能已经进入了海底。仅仅就是在太平洋上，海洋垃圾已经超过了300万平方公里。如果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它会是一个困扰我们人类生存的巨大的问题。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4关游戏，智勇大较量，清洁海洋。智勇大较量，清洁海洋。两位同学请看，在我们的面前有一条白色的通道，
这条白色通道上分布着很多各种各样的海洋垃圾，如果您用手轻轻地触碰它，你就会发现它突然间变成了很可爱的海洋生物。它代表着当你把海洋垃圾捡起的同时，海洋生物们就会有了更好的生态环境。那么哪对同学在通过通道捡起所有海洋垃圾的时候用时更短，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重要的先机，就有更大的机会赢得最终的胜利。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现在要比的就是哪队捡垃圾用时更短。那么首先由上轮获胜的霸王龙队率先开捡，三二一出发。必须要每一个都捡啊，把每一个垃圾都捡起来。好，出发。还有一个，好，准备出发。哎呀，快点，那个。好，霸王龙队，你们的最终用时是多少时间？35秒5。三二一，出发。快快快快快，你动作可比刚才那顿慢啊。好，出发。好，出发。好，你们的用时是26秒5。耶，两队同学啊都跑得很快，雪龙队太牛了，26秒5。这样你们就给对手只有26秒5的时间干什么呢？回答我身后的和海洋环保知识有关的问题。你们队只有26秒5的时间来回答问题，而你们队有他们为你们跑出的35秒5的时间回答问题。哪一队在给出的时间内答对的题目数越多，就会获得我们智勇大较量比赛的胜利。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好，我们首先由只有26秒5时间的霸王龙队率先答题，三二一，开始。好，26秒5计时开始。对。好，答对一题。哎，不必不必不必。好快。好，时间到，在规定的26秒5的时间内，你们只答对了一道题。好，下面我们看看你们的对手能否答对两道。三、二、一，开始。好，35秒5的时间。好，答对一题。好，答对两题。时间到，你们一共答对了三道题，你们赢了。本轮雪龙队大比分战胜对手，两队再次打成平手，谁能更胜一筹？最后一关见分晓。哎呦，穿得太少了，那里是冰天雪地的南极，你冷吗？哎，我是跟你们开一个玩笑，这当然不是南极，我依然是在世博园展示南极冰天雪地的展馆。在这儿啊，去南极探险的科学家们不远万里带来了一样非常珍贵的东西，这样东西记录了从冰川时期到现在气候变化的过程，它的名字叫做冰心。这珍贵的冰心是怎么运到了这里呢？答案就在那儿，雪龙号，我们国家唯一的一艘极地破冰船，它高5米，长8米，正是它一次一次的极地破冰之旅，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南极，更加了解了地球。哎，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比赛创意大测试，就要在雪龙号的船舱内进行比赛。当然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雪龙号是1:1的仿真模型，船舱里面两队同学已经摩拳擦掌做好了准备，他们要比什么了？我们的创意大测试海洋故事马上开始，两队同学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我们为他们准备好的纸做折纸，同时啊，他们折出的纸还要自己编出一个故事，哪队同学折的纸更漂亮，编出的故事越好，就会赢得大众评委的青睐，哪队获得了更多的投票就会赢得本轮比赛的胜利。那么究竟谁能在决胜局中赢得冠军呢？雪龙队乘胜追击，目标明确，就是赢得最后一关夺冠。三名队员都加快了手上的动作，向着最后的胜利冲刺。另一边，霸王龙队的张东池忙着编故事，两位女生承担了折纸的任务。截止时间越来越近，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张东池有点坐立不安，雪龙队的王铎也等不及地发出了完工的信号。紧张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我们的9位大众评委已经站在了队员们的身旁。首先，我们由雪龙队讲述海洋大家庭的故事。我们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一个潜水员接受到了上级的任务，下海去执行任务。他看见了许多美丽的海洋生物，他们正玩得开心的时候，突然从远方看到了两只庞然大物。小鱼说：“哎，这是什么呀？”大家都害怕地躲了起来。潜水员说：“大家不要害怕，大家仔细地看，是两只可爱又善良的大鲸鱼。”这潜水员之后干嘛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开心地玩耍了。然后氧气瓶就没气儿了。玩到什么时候算数啊？上岸了。好的，现在请霸王龙队开始讲述你们的故事吧。大家好，我要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海洋大家庭之闹剧。从前有一只海龟到海面去玩，脑袋当的一声撞到了船上，这个以为是一艘渔船，于是马上跑到海底下告诉自己的同伴们说，捕鱼船来了，我们快点跑吧。乌龟撞到捕鱼船的事情被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有的说要发生海难，有的说要火山喷发，弄得整个海底人心惶惶。最后一只鲸鱼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只海龟说，我撞到了一只船，上面有一个帆。海星恍然大悟说，这不就是帆船吗？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我们的故事到此结束了。结束了。海洋大家庭确实很闹剧，主角来回变了好几回，一会儿海龟，一会儿乌龟。我第一次知道海龟柔软的头撞到船上还会出现当的一声。破壳吗？壳也是有点大。哎呀，这个海龟不一般呐。两队同学的讲述都已经结束了，那么我相信评委已经有了自己心中的主意。接下来我们有请两队同学啊，闭上你们的双眼，评委们请投票。一二三四，你们赢了。本轮雪龙队以一票之差险胜对手，赢得冠军。今天啊，比分咬得很紧，最后只是以1位评委投票的微弱的差距决出了胜负。首先我们要感谢今天表现一直非常出色的霸王龙队，你们得到了第2名，恭喜你们。就差了一票啊，由于正负。其实我很喜欢你们的故事，几轮的表现都很优秀。当然是比赛就有输赢，是竞争就有冠军。我们今天的第一名就是雪龙队，恭喜你们！耶！来，冠军的证书，你的，你的。好，我这还有一个小惊喜，你们除了可以得到荣誉证书之外，还可以得到芝麻的科学书作为你们的礼物。希望这套科学书能够陪伴你们，让你们100多个怪问题呀、啊，考倒你周围的同学，好不好？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挑战大现场就要结束了，我想问一下同学们，我们的几轮比赛比的你们高兴不高兴？高兴。有收获没有？有。学到知识了吧？学到了。
下次挑战大现场还想不想来呢？行。哎，我们的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在不一样的现场给你特别的收获。我们的现场已经为你做好准备，电视机前的你想来挑战吗？今天的什么开门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